十度，有一处比肩世界的东方文明。沉睡数千年的黄金面具，辉煌从未失色。三千岁的古柏，镇守蜀道，至今难于上青天。两千多年日夜不休的水利工程，灌溉出天府之国的世代富足。古老的茶道上，天府之国的茶香至今犹存。追寻着英豪的足迹，穿行在一代名将建功立业的三国蜀都，弹指一挥间，千百年的文脉传承，构起一座座大雅的精神殿堂。一切发生在四川的宏大叙事，都蕴藏着天府之国的逍遥。近距离与蜀山之王雨后见面，兴奋是唯一的高反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把九寨沟雕刻成神奇的五彩水世界。平静的黄河，优雅地甩出第一道大弯，留给四川若诗若画般的高原花湖。跟着318在四川一路飙升，带你去往海拔4000米的天空牧场，放牧自我。在香巴拉的深处，稻城亚丁藏着通往仙境的密码。格聂之眼装扮着天地之间的一片纯净。大凉山的世界，一半是神秘，一半是浪漫。河水顺流而行，穿越在无边界的神奇秘境。生机盎然的绿色构成了世界最大的竹世界。青石如浪拔地而出，容颜多变的四川，在大自然的裁切之下，山川河流气象万千，生命与自然在此和谐共生。天府之国的一砖一瓦，载着故事和传奇。在古与今的河流中，守住逆时光的古韵之美。世代深藏在世外桃源的古老民族，如今依旧歌舞升平。让慢节奏的安逸打出不一样的拍子，将信仰写进诗歌，封存在高原秘境。四川的匠人们用信仰在指尖上修行，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图腾，每一件纯手工的艺术都是限量版。他们用生活的热情耍出英雄气概，
用千年的留香酿出安逸的味道。香与辣的王牌组合，藏着川味里的神奇密码。四川人用巴适的生活态度，烹饪出天府之国的人间烟火。四川人将日子冲泡进属于自己的时光岁月，留住慢生活的魂，耍出巴适的潮。秀嘞，师傅！一次次发现，一幕幕追寻。一场场享受，赴一场三千年的人间烟火，赴一场四川的安逸之旅。